加通喊话大细声，你来讲话上红声。你若是七年级、八年级，即挂偶像团体你一定知影。啊，毋过即卖少年人，敢阁有人知影因？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有一首歌很红啊，《樱花草》。谁啊？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等一下，我手机宕机了。刘品言。刘品言听过，可是不知道是谁。我知道刘乐言的。完了，这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，篮球妈妈。不知道。这是5566吗？飞轮海吗？怎么会知道？超爱的。大家看终极系列，终极系列都看过。乌拉巴哈，飞轮海。飞轮海啊。飞轮海，飞轮海啊。哎，这个我就知道了。那个啊，那个，等一下我想一下。没看过。他谁啊？我知道昆达跟那个阿迪的，那我忘记他团体叫什么名字了。这是昆达，他的好朋友们是，就是他们吗？长这样，是啊，这个就知道 SHE 啦，这个下面我知道了，这个不知道真的很过分啊。不会吧 ？SHE 有吗 ？SHE，SHE。SHE 那不小虎队，你可以直接介绍。天哪，我们五六已经忘了。哦，这就是5566吗？哦，5566。对。哦，5566。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了所有的打碎，忍住悲哀。真正会害呢，这挂偶像团体拢变成时代的目屎啊啦！这的美好回忆，就藏在咱这挂老人的心肝内就好了。细汉时阵，你上爱偶像团体是啥？老人做伙来讲讲。